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白丁。今天会给大家重新做这个 Vinyl 的教学视频。很抱歉，我不知道之前真的有人在看。是这样子，反正重置了，那会做的比上次更加好。那一样，首先学东西学的是概念，还是那句，因为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话。这样子，首先先给大家讲整个界面，然后界面讲完以后。会讲那个成型逻辑，成型逻辑以后知道以后，对吧？会讲最后一个就是说那个文件储存的那个概念，那基本上就这三个。然后后面呢会一节节讲，就是说比如说不主要的工具栏，就像我们左边的看到这个，左边看到这个工具栏是这样子，就是说所有你要用的工具都在这里啊，没有别的了，就是说你画图所用的。上面的是什么？一些别的功率。别的工具，比如说什么标注啊什么，当然你在这里也有，就是说反正所有你要的东西都能找得到了。然后现在是四个视窗，对吧？四个视窗这样子 ，perspective 基本上是换。然后线上换的有很多人喜欢玩个性，或者是说玩建模建的比较专的，对吧？你可以去那个选择换不同的一个角度，对吧 ？set view， 对吧？你喜欢就可以这里换，对吧？然后这个反正你们可以自己去玩啦。现在我所讲的功能到后面还没到实体之后。就是说，直到画实体的时候，对吧？所有功能你们可以自己去玩。比如说，我现在画一个方形的，对吧？在这里，对吧？你可以自己按这个小箭头，对吧？旁边有些有些没有的哈。有些功能，你看旁边有个小箭头，你可以去换个圆形什么的，没有问题，都 OK 的。然后基本上这四个就是说主界面我们所称的，然后旁边这边呢这一个就是说不同的，比如说图层对吧？然后这个不用管它，反正很少用。你爱用这个，其实你跟工程师什么也搭不上，基本上不用用这个。图层是这样子。这里的话，反正比如说里面的这个对吧？换颜色对吧？可以这样子，那首先按这一个左键，然后按图层，你可以直接按右键对吧？你可以在这里直接按右键，右边这里会显示，然后你现在我按，当然我按到别的地方，它当然就取消对吧？也可以这样子按这个小箭头对吧？按第二个。对吧 ？Change layer 对吧？它就弹出这个界面，几种方法都可以，反正，操作方法有很多种，没有固定的一种方法。然后通常我是这样子，我都是默认设置，我不会说搞那么多。然后我通常用第二个 shape， 就是说第一个它看到亮面比较多，对吧？就我很少用叫 render 有点假，而且你如果你在 render 的话，就 material 那边上色，但是我很少用那个，我通常直接扔到 Keyshot 里面 preview， 我不会说在 Scene 里面就 Vinyl 里面 preview 的。好，那个基础概念成型，然后这时候界面刚刚讲的差不多了吧，对吧？那记得这个工具栏，对吧？这个就是其他的额外信息菜单，然后呢下来就是说其他的，这个也是，反正就所有的主工具都在这了。然后这个部分，就像CD 一样，你做了什么？比如说我现在点一个实体，你看对吧 ？First corner of basics 就是说你要选第一个点，对吧？意思就是我选第一个点，然后它是 other corner 对吧？选另外一个角落，对吧？然后再选另外一个，然后他说，选那个高度的，对吧？你看，跟 CAD 一样，所以说意味着什么了？对，聪明的同学肯定就会知道了。我这个东西我一点，对吧？我选，比如说我现在高度我要30，哦，我20吧，20。你看我一点这就20，当然一开始默认的时候，你一开始选 new 的时候，对吧？no 啊，反正不用尺寸。那你看，我们其实是可以选所有的一个尺寸的，比如 millimeter， 我通常是用 millimeter， 对吧？我现在选 millimeter 啊，重新开。然后另外一个，反正系列里面只要记得两个东西，一个就是 insert 其实不用了，你最后你们真的有人要导文件，你再跟我说，我再开视频给你们做吧。反正目的还是一样，就是说那个要给你们那个就是能建模啊。通常储存的 vinyl 3D models VDM 模式对吧？还有两个 IGES， 还有 IGES， 还有 STP， STEP 对吧？STP 对，只有一个，有些有两个，不用管它，随便点一个就可以了。IGES 的话精度比较高 ，STP 的话错误率比较低。STL 3D 下面 STP 这个是 3D 打印的模式。好，储存文件基本上这些，打开的基本上这些都不用管它，不会给你们额外输入太多信息的。然后再下来了，基本界面讲完了吧，对吧？文件也给你们讲完了吧？刚刚说了三个东西嘛，文件的一个储存，对吧？一个界面，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成型逻辑。成型逻辑有两种，因为它 Scene 跟 SolidWorks 的那种工程软件不太一样，是什么？ Scene 有时候是这样子，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这样子，我拉一个块，对吧？然后比如说我现在拉一个这样子块，对吧？然后我现在右边 shape 对吧？我平常就是这样子用，然后这边就看线，但是有时候很耗眼，就为什么线多的你现在看可能画没什么，但是线多的时候画的非常累。基本上这样子，比如说我现在这么拉，对吧？因为我在顶视，我是刚刚好
也就是说我在前四对吧？有个突破，为什么我有一个比较高嘛，对吧？然后这里对吧？这种叫什么？就是说，比如说我现在画一个叫一个盒子，对吧？一个有就怎么讲容器嘛，对吧？画了一个这样子的容器，你看到啊，它是实体画出来，对吧？然后还有什么呢？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了，对吧？哎，就是这样子，比如说我现在随便画一个行吧，对吧？哎，比如说我现在画一个倒过来的花瓶吧，为什么倒过来？因为我想不到别的事情，暂时来讲，然后这个你看我操作可能比较快，哎，等一下啊，好的，犀牛五的话就是有时候会这样子卡问题，这个你看我刚刚好像就是说无法回应，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？对吧？先停一停，是什么问题？就是说你的电脑显卡跟那个犀牛，我去官方那边问过，是这个，就是说显卡跟你那个犀牛五。WiFi 的一个不兼容问题，所以说这个很正常，但这个怎么解决我也不知道，我现在也解决不了，说实话的，真的。S 最多就更新到最新版本，然后现在这样子，你看到我刚刚一个线旋转出来，对吧？旋转出来是怎么样的，对吧？然后这时候它是什么？那这个我们是用实体做啊，你看到有里面的所有的结构线，对吧？面上面，然后有一个十字嘛，对吧？一个面，对吧？我把它弄开给你们看吧。这样子，你看到，那这个面，现在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面，对吧？然后面组合成封闭的一个实体，这个就叫实体嘛，封闭的一个形体，对吧？它就叫实体。那上面有个结构线，对吧？我现在上面都有。那建模建久了，你通过看这个结构线，你就知道这个模怎么建的。那这时候是个面，对吧？那呢，我们再这样子，我把这个底给补了，刚刚是没有的哈。然后这个我把它接一下，对吧？犀牛就是这一点非常的自由啊，别的软件是做不到这个。别的软件的话，拼起来的话，你要真的这么随便接的话，会画吐血。然后就这样子变成了实体，也就是说，犀牛建模的时候，它的程序逻辑就是这样子，两种，一种就是说通过实体加减，或者比如说通过倒角或者抽，比如说或者再给你展示一下，随便给你展示的。它的成型逻辑就是说你要很灵活，你要成为一个非常灵活的一个人啊。或者我现在再这样子，我再给你们导，哎呀，又有点卡了。好，没事，这样子，导，比如说我现在导一个五的角，对吧？我按的比较快，但不用担心，我后面这些我们现在用的时候功能都会教你们，我不会教你们很复杂的功能，你们可放心。你们现在看我这个视频，重点要吸收我要教给你们的概念这个东西啊，概念。然后这个倒角以后。然后你就看到我有一个圆柱，对吧？然后这时候可以这样子，这个功能我后面建实体模的时候会给你们用，但你们现在就当做看一下就好了。前面第一节课是比较轻松的，你们就做听众就可以了。然后这时候比如说我换这样子一个什么，就是说抽壳，对吧？就是我把底抽了，对吧？然后在实体，那就这类一个方法，就是说通过实体加减然后成型的，还有就是说通过面去拼接然后去完成的。那面你看到还有什么呢？对，我刚刚画只是一条线，对吧？一条线转一圈嘛，对吧？把它模拟起来嘛。那还有什么呢？我可以四根线组在一起，它就是一个面，对吧？那这个后面会给你们讲。那基本上这就是犀牛成型模式，就是说这里有很多个不同的成型模式、成型工具或成型方法，你可以这么去理解。然后呢，当你建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你要很清楚说，我建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比如说我建这个可能它。一个底座，那我底座我可能就用实体的方法去建，我别的部分我就不一定不用这个，然后再好像把底给填了，然后再用这个刚刚这个把这个抽空，对吧？它就像个什么东西，灯泡，我可以这样子去，我现在是只是说幻想了哈，我可以这么去建，对吧？这只是就是说这样子去达到我想要的一个建模效果。那这个就是一个犀牛成型模式，就是说你要掌握不同的工具，就是说它的成型方法跟那个 3D 里面跟那个 SolidWorks 或者 Poly 里面不一样，什么？SolidWorks 它一定是通过草图，就是说一个线稿，然后转化成实体，对吧？它跟 CAD 是共通的，犀牛就没有这个限制，所以说它比较无节操。好，那一个今天要讲的就这么多了。好，你看到那一个，比如说那界面的一个普及，对吧？然后呢一个成型逻辑，对吧？再下来就是说那个文件储存，今天讲的这三个东西。然后犀牛的话，记得成型模具，它的成型逻辑一定是这样子，这个很重要，影响到你建模好不好，就是这个东西。好，那一个今天的课就到这里，下节课我们再见，谢谢。